我现在第一次做魔鬼，有点紧张。 二楼怎么上、啊？我死了，兄弟们！操你妈的，有人在三标溜子！我进最快路里，他这不废话，我没被。我操！飞出去了，我操！你死！ 我操！枪！哎呦我操！空了！啊！哎，救救救救救！我的情况，我直接裸跑了，我直接往后跑，我走了。安全了吗，兄弟们？我后面干防区，我的。我也走了。进来回来一男。啊！把我那个死了。二哥停了个车了。 刚去胖大兄弟，能干吗？刚停了个车，我也看，你看到了？刚才警车停好了，就是这样。再敢拉下来？喂！倒了。屋子有一个。哦。这边还有一个。好。 不是，他枪口从他那边，爆一枪，老是倒了。他妈人在哪？老六，左边那个倒了吗？一男，我近点。你那边是不是倒两个？嗯。然后刚才有个在三标，应该去救那个人了。后面往后跑。往哪跑？往房子跑的。哎，我底铺。 我倒了，我房子石头，鱼枪头，啊！运气好，真的，这个不大队友吧？哎，房子里。哎，倒了，我操！还倒了。我操！三刀，我帮你加，我帮你加。 你们跑哪去了？跑哪去了？哎呦，看你了！哎呦，我的天！海哥，快忍不了了！我在看对面的人，兄弟。海哥，我去干死了对面的。 哎，我冲了 ，OK， 有脚步，我怎么听到有脚步啊？哎，石头。 我这边防区，我开车过来。防区一个，坡上一个。